你唔系中意同我做朋友啊？唔系，乜你时时都带女朋友嚟呢度噶？我系时时嚟呢度，但系我从未带过女仔嚟。15年嚟，你系我大年时嘅第一个。 我唔系随便带你住，因为呢笪地方比我家对我更亲切。佢嘅浪声好似永远喺度安慰我、鼓励我，我心底里边嘅忧郁亦都只能够向大海申诉。 15年前有个细路哥，佢流浪到嚟呢度。佢系一个孤儿，喺佢印象所能记忆嘅，佢爸爸妈妈、兄弟姊妹都系被飞机炸死。喺佢未能够自立嘅时候，佢到处流浪。只有沐浴落嗰晚，佢就翻嚟呢度瞓觉。 因为佢觉得除咗大海，冇人肯听佢申诉。10多年嚟，佢直至浪声嘅鼓励，佢挣扎，佢奋斗。 5年前有个机会，俾佢投入播音界。 5年后嘅今日，佢就成为一流嘅播音明星。那个细路哥名就叫杜伟华，名利双收，似乎弥补唔到佢心灵嘅寂寞。有时佢故意摆出玩世不恭嘅态度，去发泄一下心底里边嘅空虚；有时更花天酒地，企度摆脱佢心灵嘅寂寞。 但系始终，佢得唔到佢所需要嘅爱，直至遇到你，伟华，微分，帮助我解决心底里面嘅空虚同埋寂寞。我会帮助你，我一定会。